布。终于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来，我们请三位站到我们舞台中间。刚刚那段舞蹈其实本身是个起舞，但是呢跳出了三个人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因为没有跟大家还是解释一下，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很赶，我昨天凌晨4点多才回来，然后把他们俩叫起来，就是合了几遍，到早上7点就上台了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没关系，动作可以错，感觉不能错，跳错了也给我装到死。所以其实很多部分都是 freestyle 的，所以跟大家说声抱歉好吧。因为这个秀其实不是一个应该完整上舞台的秀，就是但是因为大家来了，我们还是尽可能想展现一些东西给大家看，所以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。没有。好，谢谢这个脱鞋莫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舞蹈哈。